你有救了，我有救，亲戚帮你充电，本来你的老婆看起来像200岁的，嗯，像200岁，现在已经变正常了，哇，我老婆像，你感觉感觉很好吧，现在感觉好好一点哦，好一些，对啊，可是为什么会有一点痛痛的感觉，不知道，反正你看你这个之前是这样，嗯，老婆这么小，哦，嗯，好像快要不行了，对，没有力量，啊，脑力没有，记忆力也差了，嗯，情绪也低落，嗯嗯，氢可以让你，氢是一种充电啊，嗯，氢离子是一种充电器，嗯哼哼哼，可是你看你变成这样，你看这么大，嗯，看到，你刚才说有救是有人亲戚都无救这样，有，嗯，有些人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哦，我就说你自己看着办，嗯，你这个是可以好起来，嗯嗯，这样知道吧，嗯，你就是 你是怎样，就是记忆力差嘛，就是嘛，嗯，你那个就是有记忆力，不要笑死人的那种老婆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我你几岁，我57，我给你看一下我65岁的那老婆，嗯，你看老婆真的，广东人说“魔眼台”呀，就是不敢看了，啊，没眼睛看，嗯。你看我65岁，我的老婆，嗯，人脑有1500亿个神经细胞，嗯，我的神经细胞都好了，都有电，你看，嗯，好像 LED 灯一样，嗯，你的这个不行啊，不过你吸的氢也没有超过我多少，对，每天吸就会好起来了。每天吸呀，啊，对呀，啊，然后我就一辈子要每天吸吗？还是说，如果你不想，我建议每个要活着人哈，不想生病一定要每天吸呀，啊。那是不是有可能买一台机器在家里每天吸吗？然后你就租也可以啊，租到好再买啊，哦，因为你这种叫做没药医嘛，嗯，你等于就是已经阿兹海默症了，哦，你那个老婆就是失智症的老婆，哦，现在就不会了。嗯，所以你要吃一些处方哈，哦，吃我们的营养素，把脑神经修复好。嗯哼，是这样。失智症的老婆真可怕。对啊，啊，就是吃一些我们的处方，修补神经，你可就不用再去看精神科，不然你搞不好还去看身心科。嗯，身心科也最多开点镇定剂，嗯，给你嘛，也没有什么药，我们不开药。嗯嗯，我没有什么忧郁的症状，哎，没有什么躁郁，只是就是记忆力觉得。你现在很快就会好的。嗯嗯，我们有很多啊，很多病人都是这样。你可能是，你不是少数，我们很多，像你这样老婆一堆呀，啊。嗯。你看像这个也是啊，忧郁症了，啊，哈。那就好，都一样，非常多，这也是一样，嗯，那就好，嗯。啊，租一台多少钱啊？嗯，我没有租，你去楼上去问好不好，你自己打电话。